me under one. No flinch, no take down. OK, run. Back up, back up.好，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。两位运动员，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薛申振，蓝方选手来自蒙古的巴特尔，这两位都是大家非常熟悉了。这个巴特尔其实拳也蛮凶的，他曾经战胜过刚刚上一场的李元坤，所以就知道他的厉害了。对，看他的比赛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凶悍。是啊，然后巴特尔的铜拳馆的这个卡瓦日呢曾经 KO 过薛申振，所以薛申振今天一定要来复仇啊。啊，薛申振也是因为有伤，鼻子有伤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了啊、哦、好不容易伤好了就被卡瓦日给推掉了。回去啊很伤心，就只好打打游戏吃东西，然后调整一下心情。这场训练好了再来。对对，这场比赛也是他期待了很久的，因为实在是太长时间没有比赛了。是、啊、最近呢这个看起来薛申振变得更壮了。对，他之前好像打58比较多一些，这次打的是60。其实他希望也是打58，因为他希望武林风能够有58的金腰带还让他拿。因为他的身高不高嘛，啊，一直身高都不是他的，是他的一个不占优势。60吃亏。对，薛申振身高是1.61米啊，巴特尔身高是1.73米。所以薛申振第一个法宝就是空中超人拳，一定要跳起来才会比对方高。对，还有个地砍踢。但地砍踢呢踢到这个其实巴特尔已经有点痛了、所以可以多踢。在上一场比赛呢，这一个巴特尔跟李元坤打，其实李元坤已经把巴特尔踢痛了，可是呢一直跟巴特尔拼拳，最后输了、所以这个今天薛申振腿法要多用。对，哎有啊、继续用。其实薛申振也说想用这个力量来弥补他身高的不足。今天薛申振跟小钢炮一样。那其实巴特尔今年的比赛那个密度蛮高的，前两个礼拜才又打完比赛。然后在之前也打另外一场武林风的比赛，输给了顺远搏击的小将。啊，那场比赛他说是从蒙古赶过来很累，手又受伤了。今天手伤已经差不多了。哎，哇哦。这个薛申振的拳够威力啊！对，再来继续压迫啊！薛申振看起来胸有成竹，不错。换拳了有没有？继续加油！薛申振很可惜的手就手短一点点。对，好，还有十秒。喂，来，再接两，哎，追到了，继续行进间的攻击。哇，这第一回合哈、还是比较的激烈。薛申振今天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，虽然是有伤哈，不得已，但是我看到有进步哦。对，看起来炮火更加猛烈。对，而且能够行进间的追击，这是最难的一个技巧。是是。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。透过慢放啊，看起来巴特尔的拳也蛮准的，虽然这个气势看起来没有薛申振的来的威猛，可是很准。好嘞，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。好，再讲一讲在上次比赛的幕后花絮。那一次呢，这个曾经 KO 过薛申振的卡瓦日，被这个赵博士给修理了，脸都肿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巴特尔输给了顺远搏击的这个运动员，所以一个手痛，一个脸肿，回去了大家都低头不语。两个师兄弟心情好差、比较郁闷了。是。啊，今天调整心情，再度回到这个武林风擂台。其实大家都这样了，有输有赢嘛。对。薛申振那时候回去也是心情很差的。
哦，这一次的备战学生证备战的也很充分，因为知道自己的身高不足，所以呢他会每次训练的时候哈，他都讲就要提醒自己手要拿高，保护好自己的头部。然后今天学生证就是准备跟对方拼腿跟拼膝法。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巴特还是蛮冷静的哦。对，其实一般宣阵啊，这个对手遇到宣阵都会怕，因为这个威力很大。你看这个宣阵，那个拳好猛啊！哎，哇！这场比赛其实两人体力储备都蛮够的啊、哦。对，输出非常的密集。哎，哇！巴特的拳法跟膝法的转换也非常的快，哎，进攻快，进攻快，现在反而有一个转身，对，扫踢啊，这个力量太大，是，然后转了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战力强读读的被这个巴特有点不服气啊，有点不服气，一定要进，因为他根本没倒。哎，不要打单拳，真的，启动快啊，启动快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其实有些比赛是不会，蔡老师觉得这样的，有些比赛是不会站立强读的，因为就是怕选手不服气，对，必须倒地之后再强读。那这个场裁的他的这个依据，他是瞬间他觉得巴特的眼神有这个迷茫的，他是因为被刚好被裁判是认为他刚好是被绳子给救了，所以才没倒地，所以他就去判定这个应该还是一个击倒。对，打二手抓住。哦，其实有时候裁判是看眼神的。对。哎，细节。哦。学生这样注意啊，又被控制。对，其实不是他被控制，是对手闪得快，闪得巧。你还是要注意了。对，因为你冲过头了，就被对手给闪过了。对，好，十秒。来一个组合，来一个组合，组合。啊，第二回合，学生这拿到一个强读，待会可以透过慢动看那个瞬间，我们的巴特的眼神也在涣散。对。好，湖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零分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好，第三回合。那话说巴特尔，过去巴特尔的拳是很差的啊，他是大概今年突然进步，突飞猛进啊，就是由拳击教练来教。哎，刚讲完，哇、两块拳都有命中。哦，这个腿啊，好猛啊，好像是小木棍，好粗的木棍。对，哇，这个腿法都是平常千锤百炼的。对。哎，超人拳出来了，对方跑得快了，跑得快了。啊，因为在瞬间，在空中那个瞬间，像一个 Superman 这样飞起来一个样子，所以叫 Superman Punch， 超人拳。对，挂住啊！走，动，我刚才的慢棒如果在空中定格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小超人学生证。对，反击。哎，第三回合双方打得有点谨慎啊。对。哎，被限制住了啊！这个薛仁正要注意转身的动作，都会被对方抓到。嗯。漂亮！薛仁正配上勾拳。前手平勾配后手的上勾，啊，这个巴特也来个小超人拳。一般我们超人拳都是用后手来做超人拳啊、也有人用前手，那比较难。打完一分半，你都打完，走了啊！啊，又被躲过了。啊，这个代表薛仁正的后手拳的动作预兆太大了。对，住了，后续要再修一下。哎，走南下，往前走，扬住打，哎，漂亮，怎么样？厉害的，再扬，拿起来。薛仁正做组合。
小心小心，我双方体力确实都已经透支了，有的只剩下眼神、是的，眼神都非常的犀利，但是呢动作跟不上，跟不上了，体能下降的厉害了。可从目前看起来，这个宣战的鼻子应该是没有好。对，他说是有的训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会被碰到，就很无奈。他这个鼻骨是没有恢复的。对，就可能要跟翼龙一样，就是退役之后再慢慢去修那个鼻子。对，别洗了，拿起来，恭喜他。对，漂亮。啊，上了，出小哥啊，拿起来。宣战，你的腿跟膝呢？双方自信，小心啊。哎，这个双方第三回合打得有点焦灼，因为这个体力都不够。哎，又被强到背。哎呀，糟糕，这是一个技术的盲点，其实不是，不是他故意。当出现第三次的时候就要被扣分了。对，因为对手是泰拳底的，很懂得怎么去绕到你背后，就算你不背对他，你看刚刚又被抓一次了。最后的几秒对呀、我赛后再做一个示范，怎么去把对手变成背对你，应该去控制他。看一下麦霸，哇，他已经背对一次了，又背对了，刚又背对了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9比26，二号裁判29比26，三号裁判29比26，比赛结果红方胜 ，winner。